好，那下面一位有请静峰，说出你想选择的队友还有理由。大家知道我的舞蹈是不行的，所以就我想选一个是舞蹈很厉害的人，也懂编舞的人。对，阿杨一晨，不能指教，不能指教。有了解过他其实是一个歌手，然后我其实除了跳舞以外，其他唱歌其实非常的薄弱，所以邢老师，声乐交给你了。我们选大梦。大梦呢，他唱歌挺厉害。其实我很想组织一个全 vocal 的队伍，然后可能就小跳舞。我们第二个要选的是 Luigi。第五个要选的是罗一杰。我们第六个要选于仲阳。恭喜六位组队完成。Lydia 是第一个，我们是第六个选，前五个人，前五个就有两个选 Lydia， 那是没了，没了呀。就我们六个人一听到 Lydia 这首歌，我就觉得一定要选她，真的，无论是 vocal、dance， 或者是整个感觉很适合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第六个可以选嘛，啊，前面五个可能一定会选 Lydia。那三吧，那三吧。我们应该选不到，我们可能不是饿狼就是。跟住又请冼正峰上台拣歌。哇 ，Lydia， 哇，冼正峰组拣咗同黄飞鸿组同一首歌 Lydia， 所以喺一公舞台上边，呢对两组将会形成对战关系。也是 vocal， 都是 vocal， 这都有得看了。哇，来，那打来，耶，来，干不得 ，Lydia 没了。饿狼要不三，要不哦，饿狼还是三。